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老师马贝贝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统编版一年级下册第五单元，在这一单元我们会读着有趣的小韵文，在与小动物的玩耍中和四季的交替里，在校园的操场上和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里识字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去美丽的大自然里看一看吧。你都看到了什么？我在池塘里看到了许多的小蝌蚪，它们在游泳呢。我还看到了一群蚂蚁，它们在搬家呢。我看到了两只蝴蝶，在花丛里飞来飞去。哦，你们看到了这么多小动物呢，有池塘里的、岸上的，还有空中的呢。快，让我们走进动物儿歌，去认识认识它们吧。来，齐读课题。动物儿歌。老师相信你们在课前一定都利用小锦囊做了充分的预学，请你来说说是怎么做的吧。欲学小锦囊，一读二圈三问，一读我来给大家朗读课文。动物儿歌：蜻蜓半空展翅飞，蝴蝶花间捉迷藏，蚯蚓土里造宫殿，蚂蚁地上运食粮，蝌蚪池中游得欢，蜘蛛房前结网忙。二圈，你们瞧，这是我圈出来的生字词语。这些圈出来的生字词语里面呢，还有三个小动物的名字呢。你能结合插图读出它们吗？蜻蜓在荷花上飞呢，跟我读蜻蜓。我找到了蚂蚁，跟我读蚂蚁。蜘蛛在这儿呢，它在屋檐下，跟我读蜘蛛。像这样的小动物啊，文章里还有三种呢，你能用刚才的方法再来认一认它们吗？我会认，跟我读蝴蝶、蚯蚓、蝌蚪。让我们再来一起读读吧。蝴蝶、蜻蜓、蚯蚓、蚂蚁、蝌蚪、蜘蛛。仔细观察这些小动物的名字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发现，它们左边都是虫字旁。我们以前学过偏旁表意，虫字旁的字大多都与昆虫有关。我还发现，去掉虫字旁，它们的读音还跟原来的特别像。是呀，虫字旁是它们的形旁，形旁表意，表示它们的意思。这是它们的声旁，声旁表音，表示它们的读音。蜻，合起来读读，蜻，像这样的字就叫做形声字。我们再来读读，蜻，停，马，蚁，蜘。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带虫字旁的字呢。带虫字旁的字都是昆虫吗？可是带虫字旁的字啊，不都是昆虫。我们以前学过虫字旁，这些小动物啊，都是古人眼中的虫子，所以啊，才带有虫字旁。我们在动物儿歌里认识了绿
六种小动物呢，现在啊，它们都藏起来了，你还能找到它们吗？蝴蝶，蝴蝶在哪里？蝴蝶，蝴蝶在这里。蜻蜓，蜻蜓在哪里？蜻蜓，蜻蜓在这里。跟我读，蜻蜓。蝌蚪，蝌蚪在哪里？蝌蚪，蝌蚪在这里。蜘蛛，蜘蛛在哪里？蜘蛛，蜘蛛在这里。跟我读，蜘蛛。蚯蚓，蚯蚓在哪里？蚯蚓，蚯蚓在这里。蚂蚁，蚂蚁在哪里？蚂蚁，蚂蚁在这里。跟我读，蚂蚁。除了这些带虫字旁的字，动物儿歌里的这些生字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？迷和躁这两字都有走之，我们以前学过边、远、韵，都是带走之的字。我可以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它们，一边的边去掉力，换成大米的米就是迷，捉迷藏的迷，远处的远去掉圆，换成告就是造，造宫殿的造。真好啊，你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了这两个字呢。藏，捉迷藏的藏，也是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。我还可以用组词语的方法记住藏，藏躲藏，藏冷藏。我们也跟着读读吧，藏躲藏，藏冷藏，藏捉迷藏。十和两这两个字长得很像，十的下半部分和两的右半部分都是两字，人字头加上梁就变成了食，食物的食，米字旁加上梁就变成了粮，粮食的粮。是呀，加一加也是一种不错的识字方法呢。我在家里食盐的袋子上就见到过这个食字，食，食盐。我在超市里见过粮字，粮，五谷杂粮。你这是在结合生活认字呢，而且呀，同样的字你还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识记，真不错。下面就跟着老师再来读读吧。食，食，粮，粮，合起来读读，食粮。你们可要看清楚了，老师要给它编一遍了。再来试试，粮食。其实啊，粮食和食粮它们的意思啊是一样的，多有趣呀！再来读读吧，粮食，食粮。同学们，你们再来猜猜看，这又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字是网，结网的网，因为它看起来和图片上的蜘蛛网特别像。没错，这就是网字。网是象形字，我们的祖先就是根据网的样子创造了这个字。那你在生活中还见到过什么网呢？我见过足球网、羽毛球网、篮球网，还有渔网。你在生活中还见到过这么多网呢？那我们再来读读，网，结网，结网忙。我们在小儿歌里认识了这么多生字，现在呀，他们又回到儿歌里了，你还认识吗？来试试吧。再来读读这几个词语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藏、粮、忙这三个字，它们的韵母都是昂。真棒啊，你发现了儿歌押韵的小秘密呢，
押韵让儿歌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。读好了，这几个字能让小儿歌变得更有韵味呢。注意押韵，再来读读吧。动物儿歌：蜻蜓半空展翅飞，蝴蝶花间捉迷藏，蚯蚓土里造宫殿，蚂蚁地上运食粮，蝌蚪池中游得欢，蜘蛛房前结网忙。同学们，小儿歌里啊，不仅藏着我们要认的字，还藏着呀我们要写的字呢。仔细观察这些汉字，你能按照结构来给他们分分类吗？我来给他们分分类：煎、泥、运、造、网，它们都是半包围结构的字。池和欢是左右结构的字。结构分类啊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半包围结构的字吧。我发现尖和网都是外面有一个半包围的框，写的时候是先写外面再写里面。你发现了这两个字的共同点呢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尖字，你能利用观察小锦囊说说怎样写好尖字吗？我们以前学过写门字框，门字框要写大一些，先写点再写竖，最后写横折钩，里面的日要写小一些，中间的横要压在横中线上。你观察的可真仔细。那老师送你一个尖字小锦囊，快来读一读。尖字先写门字框，从外到里记心上，先点后竖横着勾，小小日子在里头。那我们就在小锦囊的提示下一起来写一写吧。写的时候要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哦。尖字先写门字框，从外到里记心上，先点后竖横折勾，小小日子在里头。写完了尖字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字。泥、运、造这三个字都有走之，带走之的字写的时候应该先写里面再写走之。那老师就来送你一个泥字小锦囊，快来读一读吧。写好米字先写米，米字注意捺便点，走之三画要记清，二笔起笔压中线，横折折撇一笔成，捺要舒展脚要平。让我们跟着小老师一起来写一写。写好米字先写米，米字注意捺便点，走之三画要记清，二笔起笔压中线，横折折撇一笔成，捺要舒展脚要平。好了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在小儿歌里会认会写了许多字，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。课间休息时间到了，让我们一起动起来，来做做课间操吧。